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，本节目由韩城科学秀协会主办，我是美林。今天是除夕，再过几个小时就是新的一年了。美林在这儿提前给全省的朋友们拜年了，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如果你细心翻看过日历，会发现今年春节并不存在大年三十儿。其实一个月没有三十天，这在农历中是很正常的，因为现行农历是根据地球、月亮、太阳三者运行的天文数据来安排的，必须每个月的初一看不到月亮任何明亮的部分，月亮从圆到缺的时间平均周期是29.53天，安排月份的天数呢必须是整数，这便会发生某个月有30天，某个月只有29天的情况。今年的腊月呢刚好属于只有29天的情况，所以就没有大年三十了，除夕也就提前到了腊月29。好，更多的科普知识请关注科普海南微信公众号，或者是扫描下方的二维码。